票我也不卖给你。为啥呀？为啥呀？你一天拍我好几百，我卖多少张票能赚好几百啊？你看你为啥一家人总说两家话呀？那我的不就是你的吗？那你把这天盘子给我拿回来就行，我就卖给你。那可不行。哎呀，这样我给你加100块钱，你就卖我一张票吧。加100啊？啊，贵店不卖啊？说啥你不卖呗？之前的钱还给我，就卖给你。行，大美丽，算你狠。你给我等着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总不能白来一趟吧？哎，大哥大哥，你是去买票吗？这不大兴兴吗？哎呀，是你呀，你记得我呀？当然记得了，上次那个大美丽跟我便宜，不没给你便宜吗？这就好说话了，大哥，你去帮我买张票呗。你咋不说你去买票呢？哎呀，说来话长，这样大哥，我给你转1000块钱，你去帮我买张票，剩下的钱你自己留着买个华子行吗？没问题啊，这好事啊。来吧，我给你扫码。好，来吧，买完了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你真是个好人。没事，我先去准备了啊，祝你暴富。好。那不对呀，我给我转一千块钱，我交900块，20块钱买不了华子呀，这家伙太蠢了，来你。主线套装来活动了，平时9.93块三组的，今天9.9块直接发10组，它呀都是完好的啊，你回家直接接上鱼竿钓鱼了，就可以使用了，切水快入水就隐身的啊，它的拉力非常的强，还带刻度铅的，就连太空洞啊都是硅胶的柔软一卷啊，一组啊才合不到1块钱。喜欢钓鱼的你呀、啊，赶紧去入手吧。现在的意义，你说对吗？嗯，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。用我们东北话叫拔刀一拔子，调一只谈大美丽的浮漂。由于今天我坐的这个位置水比较浅，所以开搭我选用了3米3的盖世英雄13H的大空382的线组，浮漂用的是变色轮 S082号漂。大美丽，你给我等着，看我今天怎么拿你。机器钓鱼就是牛，大美丽叫叫都直挠头，打窝这点不要闹。决定鱼货有多少？打他，漂亮，再次哇！哇塞，这是我中的第一尾鱼啊！哇，好有力气！哎呦，我已经给他降服了，准备抄他。悄悄的，悄悄的。哎，漂亮！哇，谁说我钓不到鱼了？第一尾青鱼，我们抓紧时间下一条。哇，漂亮！哇哇哇，这是什么鱼，这么大力气。哇塞，哇哇，花莲，我的窝子里太热闹了，花莲都来闹窝了。今天晚上我要吃鱼头泡饼。哎呦，想的可真美啊。鲢鱼算不算数啊？鲢鱼也算数是吧？第二尾鱼是一条花莲。哇，我也放进去了，等吧。啊，这个好玩。窝子是一杆一杆抽出来的，鱼是一条一条钓上来的。嘿，人生没有捷径，干就完了。第一尾成功入货，漂亮就一。有水的地方就有江湖啊。接到刚洞的口，飞岸。嘿，这个鱼活性真高啊。就一，钓鱼我是认真的。就一。一飞呀、啊，嘿，又轻松拿捏了。这个小宝贝儿，环岛鱼行真是造，上来就轮切皮炮，拉里头，心心好看还爱笑，小颗一套又一套。哎，嘿，就一，有请小胖菜。哎，来吧小胖菜，嘎里头，仗才艺，花手摇起来。嘿，飞呀、啊，嘿，哎呀呀呀呀，哎呀，轻松拿捏。漂亮就一，对呀、啊，嘿，呦呦呦，这大洞口真香闻呀！哎，轻轻手一抬，鱼儿马上来，哎呀，来了双尾，哎呀，跑一步，哎哎呀，跑一条就跑一条吧。来了，飞呀、啊，哎，细长条，轻轻捏小炮，鱼儿哈哈笑，来吧。哎，没有散炮了，上散炮，哪里头？嘿，生活很复杂，这钓鱼很简单。走你，哇，我不上岸谁上岸呀？嘿，又这个双尾自动坐高了。现在就一飞啊，双飞，开心。就一，轻轻钓鱼很靠谱，今天再盘盘550。轻轻钓鱼钓不够，拿起鱼儿护里扣。来喽，我能轻轻钓鱼，我就能十年少。只要能把鱼儿钓。就一，开开心心把鱼钓，烦恼没剩下多少。如果空军别难过，只是鱼儿在睡觉。你们猜我中了一尾什么鸭嘴兽。
这个坑里的意外跟惊喜实在是太多了。哎呦，还跑，回来吧，拿你换小狗呢。哎呦，哇，这是我钓的第三尾鱼，它竟然是一个鸭嘴兽。看它的嘴，看它的嘴，哇，它有牙！天哪，我还没有见过这种鱼。我今天钓了三条鱼，然后竟然钓上来三个品种，实在是太开心了，真的是惊喜和意外，来得太突然了。拜拜，杜一，来吧你，下去，下来，杜一，钓鱼的快乐，只有钓鱼人才能懂得吧。嘿，来吧，今天鱼情真给力，钓鱼就排大伟力。啊？哎，搞你臭！哎，你要卖买票，你怎么钓鱼呢？你怎么买票呢？哼，你以为你不卖我票，我就买不着票了吗？哼，看我戒指，你们让别人给我买的。你这孩子，我跟你说，你这贼心眼子也太多了。这叫山人自有妙计。哎，你钓多少了？不多不少，两个库，盘你没问题。盘我没问题，我看看。哎呀，你这库都钓满了，俩库都钓满了。哎呀，别耽误我钓鱼。那这么着吧，今天我让你赚200，你把这鱼卖给我，行不行？你让我赚200啊？那不行，我钓那么多鱼呢。你可想好了，你要是不卖给我，往后花园西边大门口你进不来，你自己想好了啊，大门我都不让你进。你钓我这么多鱼，好了，家伙，我让你赚200，你还不干了？那行行行，那卖了吧，卖了吧，啊、卖了吧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1300，给你转1200啊，你可别后悔啊。那你这俩户呢，我能后悔吗？我跟你说，加油，奥利给！咱这个收鱼设备好高端呀，这边直接上秤，这边直接显示斤数。458斤，啊，一共是钓了458斤，多少钱？1375。1375，算标鱼了吗？没算，干杯。那算上标鱼是多少钱呀？2750。哇，卖了两千，我厉害，卖了2750。今天盘了老板娘1470块钱，你服不服？服。钱，啊，钱呢？啊，统一结账，明天一起转。啊，好，差不了就行。其实钓鱼无论是职业还是休闲，把目标放低，快乐才会更多，生活也是如此。